看似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，因着耶稣成为一条恩典的道路；看似没有光明、没有前途的人生，因着耶稣要成为一条盼望的道路。也许我们常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前途茫茫，充满黑暗，但是因着耶稣，我们的人生要成为一条恩典，成为一条盼望的道路。Thank you.